请听题，在情人节如果想表达很珍惜这个情人，应该送哪种巧克力 ？A. 黑巧克力 ，B. 酒心巧克力 ，C. 薄荷巧克力。选 A。你再想一想。不想了，就选 A。你再想一想吧。豁出去了，就选 A 了。啊？就选 A。我说你点什么好呢？你怎么跟他这么大的仇呢？啊！来，给张狂加水。往上仰着点脖子，往上仰点脖子。张鹏，你真了不起！来，我给你出一道题，你听一听啊。下面这几首歌里面，哪一首歌的歌词里面没有“牵手”这两个字？听见了吗？题。OK。A 是张惠妹的牵手 ，B 是何洁的牵手 ，C 姜育恒的牵手。如果我答对了，加两格。可以。行，没问题，一格半它就完了。选 C。姜育恒。好，恭喜，来加水。两格，你要坚持不住你就站起来，你也可以像他似的。还不到呢，两格不到呢。停停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啊。大自然，你猜怎么着？咱快成功了，啊！